第三十六题，已知甲乙丙三只音叉在同一环境下振动时，发出的声波波长依序为0.9公尺、1.2公尺、0.4公尺，则三只音叉的振动频率大小顺序为下列何者？它们在同一环境下振动，所以三个音叉的声数是相同。 因为波数值跟介质的种类及状态有关，与波源的振幅及频率无关。我们晓得波数公式是 v 等于 f 乘以 lambda。现在我们的波数是一样的，所以如果我们的波长越小的话，那我们的频率就会越大。这里波长最小的是丙，它的只有0.4公尺，所以呢，丙的频率会最大，而我们波长最长的是乙，那么它的 波长是1.2公尺，所以它的频率应该最小。所以波长最大的应该是丙，然后最小的应该是乙，然后中间是甲。所以我们在第36题问我们说，则三只音叉的振动频率大小顺序为下列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丙大于甲大于乙。